海神唐三陨落，剑骨斗罗消失天地间。海神唐黄昏，当那无比纯粹的海神能量与千仞雪的太阳天使碰撞在一起时，一股无与伦比的巨大冲击波出现在天空中。就在两股恐怖神力碰撞后的一刹那，比比东的罗刹魔镰也已经来到唐三背后，紫黑色的光芒从他右背没入，再穿透他的身体与胸铠。唐三再也无法保持身体的稳定，整个人向前一栽，海神的黄昏顿时歪了，剩余的那三分之一的力量几乎是贴着千仞雪的身体掠过，千仞雪的一条左臂就能凭空消失不见。比比东怒吼一声，一圈紫黑色的光环从比比东右手处爆发开来，朝着那破入唐三体内的罗刹魔镰做出了虚抓的动作。他也是恨极了唐三，要让罗刹魔镰彻底爆发，毁灭格杀这险些杀死自己女儿的海神。难道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？小神大须弥锤九幻天下，去死吧。气袍转出，有琉璃。七彩的光芒从城头上射出，逆风制的增幅落在他们身上。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从比比东手中抢回唐三。什么？